睏，啊无啊无休睏，啊袂见表妹啊叹一阵，叹一阵。那坐芳船啊，你倒慢啊，慢吞吞啊，你倒慢啊，慢吞吞。啊，紧来去坐游轮，坐游轮哦，啊紧来去坐游轮，啊坐到是头昏昏。漂亮啊，无抹水粉啊，自然红，自然红。是做古锥啊，你都真啊，真迷人啊，你都真啊，真迷人。我为你做眠梦，做眠梦。我为你做眠梦啊，害我是心茫茫。这位姑娘，敢若真是啊？秀姑娘，你免惊，这是虎的，你怎啊真安全？是啦，姑娘，啊，既然你已经清醒哦，啊，无你甲阮讲哦，你叫什么名？啊，恁家住伫倒位？啊，是安那？你去用拍架安尼？你甲阮讲，阮老人去替你报仇。我即摆什么代志拢记袂起来了。你讲你什么代志拢记袂起来？啊，你应该知影，你家己叫什么名吧？什么名？我唔知呀，我真是唔知，我真是唔知，我唔知，我唔知，我唔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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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卖讲吼，你即摆头壳着伤滴，等你以后再搁拍算了吼，啊，我卖讲卖讲。哎呀，咁真正参像大夫所讲的，已经失去记忆啊！对啦，一定是安尼，啊，真正是安尼，什么拢袂记的。那到底是安怎处理哦？这是安怎？啊，别来别来，那这样大事件，那到底还困呢？我来给，我来给，来，大叔爷，起来，爬来，你有代志要找你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。嗯。啊，当时爬来当啊。哦，恁大叔啊，哎，嘿嘿嘿，来啦。阿先生，你有想到吗？你嘛早咧想，无当作我咧困哈。无啦，你是怪惊，也是你了解我，我已经想到啦。啊，即摆吼，我查看卖，向因当碰见查甫囡仔，若是有，就叫因来去；若真正是查甫囝。咱就叫伊带回去疗养。啊，若是这竟然凶手的代志，咱再慢慢研究计划，吼。这是一个好办法。阿勇先生，安尼就麻烦你啊。哦，不敢不敢，小花代志尔，都讲家己的嘛，对不？安尼，我来去啊。哎，搞好啦。哎，啊，你无代无志，动起来动啊！我爱动起来啊！啊，你留一只陪姑娘啊，啊，我家己去好啊，吼。慢点。袂啦，人这样这故意，无欠我一个，我会给你一个先。安尼哦，嘿。苏爷，苏爷来讲一个秘密，秘密。其实，苏爷在苏爷心目中是上重要、上信的人诶。我若碰上咧这尼啊重大任务，到后也会不能讲诶，都卖告诉爹你。所以，苏爷，你千万别当我苏爷见下失望，知无？意思是讲，我是上重要，你上信任我。好，既然你安讲，我就勉强留落来接。叫做歹人吃补啦。感谢你哦。对，没弄没，那是小妹找到咱的黄天霸哈。一定要啊，继续群众后用着，无唔对，哥哥，我咱即马就来对啊，唔对，过来等什么？枪！你别激动，等我。大林啊，
你吩咐我全药啊，已经好。佩英，你紧将药啊，派我姑娘拎来。哦，你带人是真好。是去基地已经真可怜了哦，阿姊嘛，搁再用暴力，老婆阿面子都下了了。我，你这哎呀，是歹菜呀，先把这姑娘好好的接过。哦哦哦，哎，可是你，可是你。春兰不是已经要怕死，想怎个出现你副业内底？伊拄仔讲伊失去基地。春公，春娘，春兰，春娘啊，春兰啊，春娘，春兰，啊，你是走倒啊？阿弟啊，请恁坐到后尾担心死。春娘啊，春兰，哎，我咧忽然间。莫名其妙啊，爬到一个稻草人嘞，连行路都无方便，唔若干安尼，啊我咧行路拢安尼晕晕眩眩，只要叫人来看到我吼，会甲我当作是妖魔鬼怪。无法度啦，嘛是着安尼吼，哪行哪看，四边哪看，看看有人咧甲我注意无？啊，实在足。无论安怎，我一定要找到我的查某囝才会用的。春娘啊，春兰，春娘，春兰。哎呀，三木头人！哎呀，三木头人！你嘛较拜托好无？你拢是皇亲国戚的，我只是凡夫俗子。哎，拜托，你爱靠地靠地，恁袂感觉恁足见笑？袂啊，唔感觉阮安尼做足爽的呢。是啊，真好，我虽然嘛定定爽呢。哎，对啊，即马是该上早开啊。哎呦，少年啊，我看你真正是啊，哥哥。你搁要讲我是白痴对唔对？人哦，都讲过几啊届啊，但我是算叫我加一张白纸，不是白痴啦。哎，阿爹，我你莫叫是讲安尼，你就会当到跑。我甲你讲，走找黄天霸是阮西人上关的目标，嘛是唯一的目标。阿兄弟，你行到倒。阮就得到到，一直到找到黄天霸为止。嗯嗯，你嘛较拜托好无啦？恁这三个，不是，恁这两个，大个查某。我跟你讲几啊届啊，我唔知黄天霸人是啥物所在，恁是拢听无代志是毋是啊？哼，这唔知影吼，恁讲黄天霸。提音同款，所以吼，我赞成背你阿公的话，一直甲你对，安尼
就对啊啦。我有心惊惊，为生活我要打拼。所以吼，我暂时背着爷讲的话，一直甲你对，安尼就对啊啦。我是安娜。我是鬼，美露哥哥，你安尼讲，我后生叫做感觉足歹哦。我来讲，我伫江湖上嘛是人称，就怪到后生着手拿一个粉吹，佮戴一个帽，佮拿一支目镜，你竟然讲我鬼啊！不是，我不是讲你，我是你讲后边的鬼。我后边有鬼，我看卖咧。你真正有神鬼就对了。伊讲后壁，后壁有鬼啦！伊讲你是鬼啦。我哪是鬼啊？人我是算起来敢一张白纸写的。哎呀，猜猜。哎呦，我讲妹咯，妹妹啊，你嘛想帮帮忙？嘿，只不过是一阵哦，对。喂，哎，你即摆是用广东话咧甲我交流啊？对啊。是啦，我是讲，嘿是稻草人啦，有啥物好大惊小怪的？是啦，我拄则明明哦，看到这稻草人哦，也咧一步一步，走伫咧后阳台伊后壁咧。哥哥，你讲我丢他了，会惊咯？对啊对啊！你是咧笑啥啦？我讲的是真的啦，你拄则明明就是。收热啦！我想啊，美露哥哥可能着痧啦，无安尼啦，你参伊回去小休困一下，喘喘回去，哥哥，回啦！我无爱啦，我讲的是真的，是啦，你无人要相信我啦。哥哥，我拢相信你的话啦。既然相信我讲的话，想让我看你的表情在笑啊？哎呀，天呀、啊、天呀、啊，我真正我唔在心平康的人做伙，真正，我是今来调查吼，我失踪小妹小子解，哎，我跟你在哪里啊？啊，你又是讲哦，你我都卖个联络啊，好，哼，卖个联络啦，我带你去，好。哎，我呢？哎呀！你讲失踪的这查某囡仔，敢讲是？喂！哎呦，妹子，我无啊，你是搁发生什么代？你是安怎啦？是安怎啦？啊，哎。哎，哦，那哪？你都听我话，你都无听着。你讲啥话？喂，咦，我来看卖啦。喂，你拄仔甲话话无？你看，我拢无反应啊。美露哥哥，我看你卖去配一副目镜，无你安尼吼，目睭花花，把我看作太过去啊。我看你就是目睭模糊，你别来看这个。我看
你的目睭落落，把我看作馒头嘞！你目睭落落，你害我看作落落啦！吼、哦，讲实在，你真是心内有鬼啊，所以才疑神疑鬼啊！你真是，我三跟你两三跟你猜个鬼，你鼻子鬼！好啊，我管你什么鬼！啊，行啦行啦，莫搁再神经啊！哎呀，看唔到这个，行啦，我带你去眼科配一下目镜，好无？吼、啊！拄才我迄个查某叫爹嘞，才是讲要来问问伊拄才所讲的代志。想袂到，迄个夜间风吹，一挖倒转来，我规身躯煞袂振动。敢讲迄个金文吹是一个正直的人？哦，莫怪，伊是一个正直的人，莫怪我这规身躯拢袂振动。对啦，拄才因讲失个失踪个查某囡仔，即要留伫厦门个。我伊敢若厦门拄看有货物去无？来看迄个查某囡仔是毋是我失踪个查某囝？我有心惊惊，为生活我要打拼。你害我惊一个，真实的，伊甲你吓惊着。姑娘，你敢会认得我？姑娘，你去看较详细，你。真正对我一点仔印象都无。哎呀，你太厉害，太厉害啦！对啦，我想起来，我还记得吼，你对我笑过。就安尼尔，其他我拢袂记得啊。真正，啥物拢袂记得啊。这位公主，你伫知我代志对无？我拜托你啦，你甲我讲好无？因为我即马啥物代志拢袂记啊，连我家己的名我嘛袂记哩啊！这种的日子实在是足痛苦的，所以我拜托你，你只要知我离婚的代志，拢总拢甲我讲啦。看来春兰你即马真正是失去记忆，真正是天地帮助我。安尼，春香的事，甲我拍春兰的代志，唔就无人知影，真是太好。我一心爱着春香，不过春香却实在许有情多多。春兰是伊的小妹，伊对我嘛一定好感的。不如，对，既然春兰伊即摆已经失去记忆，这是真。嘛，通啊解除我的罪孽。姑娘，来，你先来吃菜，我慢慢啊讲给你听。你的名号做黄春兰。黄春兰。是啦，你的乡亲哦已经过身去，你即马是举目无亲啦。你会来到这，是为着要我靠自细汉甲你亲门中啊，而且已经有婚约的临界。亲门中啊，婚约临界，那安尼到底是啥？春兰，我是公宗兄，你敢讲真正袂认得我是无？公宗兄，我是你。你是我还袂过门爱妻啊，春兰。真实的啦，我真正袂记你啊。啊，不过无要紧，你会当吼，把你的代志讲给我听，无得讲，我会当想起来。
春娘，我希望你会用较紧好起来。啊，不过，就算你永远都无法度恢复记忆，也不要紧，因为我犹原会同款爱你。我只是凡夫俗子尔，你做得到？凡夫俗子，哥哥，你要待在地府内面哦。八草，大家不要把酒天为忌。为生活，我要打拼。